小男童的生活照笑得好开心，天真的模样让人怜爱，不过这样无邪的笑容却再也见不到了，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断送在狠心妈妈手中。这件事怎么会在找妈妈，他对那个小孩子是没有感情，他没有喂过他吃饭，他自己在那边滑手机吃便当，吃完有没有吃剩的饭他也不会给他吃，他是这种人的。在脸书带po出小男童的照片，表示这个生母当初到台北没人顾小孩，认识的姐姐帮忙照顾，后来说要将孩子带回嘉义，直到看新闻才知道男童被虐饿死在家中，当初应该要鸡婆一点追问小孩状况，虽然照顾时间不长，但至少小男童很开心，最后还写下希望他能好好投胎，不要再受苦，一字一句表达不舍，让人看得相当心酸。不一定啊，对着直播镜头搔首弄姿，男童妈妈在酒店上班，每天打扮时髦，还在网络直播打造自己美丽形象。在知府酒店上班，每月收入大约40000，却都没有给男童喝奶粉等副食品，平时给他吃的都是吃剩或是吃不下的便当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男童妈妈大部分的收入都拿去养无业的男友，对自己的小孩漠不关心。事发当天，男童母亲已经2天没有回家，小男童没有进食，被关在厕所，他竟然还跟男友到娃娃机店悠哉的夹娃娃，完全不把小生命放在眼中。2岁男童才来这个世界报道不久，还没有机会好好看这个世界，就被活活饿死。照片里可爱的笑容，如今成了黑白回忆。记者郑仁中、林淑芳台北报道。